最后就一直看有没有，那如果没有的话，你有一个风险就是你找不到卡的时候，你就是十万要去还，会不会这样？我插一句，能不能这种已经申请了票，但是他票的利率高于6%的？那你就不知道，就是我们那个，因为配额你继续用下去，一年也就10万了、10几万了嘛。像我现在都已经上百万了，对不对？都已经用上百万了。那你去哪里借信用卡来补这个300万？对，没有啊。那你可是我的状况是我花掉100万，我有300万或400万或500万的现金呐、啊。对，我是说，如果说有一个人他的这个配偶的利率。